富豪的。不行，太吓人了。聂立和，站不住。聂立和，站不住。没事，怕啥的？还怕？能走能走，这都推两天，啥时候到家啊？你可别磨叽了，再推一天就到家了。谁家的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？哎呀！我的妈呀！老刘，还雇个保镖，咋不说话呢？喂，你是快手官方吗？啊，那我问一下，这地方怎么不热门呢？怎么的？我的段子不够拼呢？你看一下现在够拼不？啊、这就行了。那就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这婚咱俩结不了了。凭什么不结婚？因为你搞破鞋。我没有。儿子，你俩可别吵吵了。我发誓，谁跟我搞破鞋，谁必死。媳妇干啥呢你？这谁呀？妈呀，老公，我这不正扶一个残疾人过马路呢吗？我，你看我媳妇真有爱心。你快扶着点。走。哎呀，我媳妇真有爱心，走。我家了啊。哎呀。大舅夫人，哇，我赢了我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我赢太多了。哎呀，行。